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。今天的新闻令人振奋，首先，警方推出的全城反诈大抽奖将于10月1日正式启动，下载防骗式服务 APP 就有机会赢取电动车等丰厚奖品，快来参加吧。接着，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表现，第三季的港股上涨超过 19%， 这是15年来的最佳表现，分析师们预测第四季的开局将持续向好，投资者们可要把握机会。最后，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，众多领导人和市民齐聚一堂，向为国捐躯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。明报报道，警方推出全城反诈大抽奖活动，旨在推广防骗式服务 APP 应用程式。活动自10月1日开始，所有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均可参与，只需下载最新版本的 APP 并完成指定任务，如启用可疑来电警示功能，便可获得抽奖资格。奖品丰富，包括全新电动车、智能手机及超市礼券等，超过4万份奖品。终极大奖得主将在10月31日揭晓，参与活动完全免费。香港电台指出，港股在第三季度表现强劲，升幅超过19%，创下15年来最佳季度表现。恒生指数收报21133点，上涨501点，成交额也创新高，主板成交突破5000亿元。分析师认为，随着技术走势的改善，第四季度的开局有望继续向好，市场信心逐渐恢复，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。明报还报道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。这一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前夕隆重举行，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与各界代表共同出席。现场2400多名代表手持鲜花，向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们默哀。李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花篮，表达对烈士的敬意。习近平等领导人亲自整理花篮缎带，展现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尊重。明报报道中，营养师吴耀芬针对带饭的迷思进行了详细解答。许多人认为健美只需吃鸡胸肉和白饭，但吴指出，这样的饮食并不足够，应该适当加入红肉和其他营养来源，如鸡臂、牛排等，以确保摄取足够的铁质和其他营养素。此外，吴还提到麦皮的好处，强调其含有丰富的纤维，有助于消化和控制体重，但需要与低饱和脂肪的食物搭配，以保持营养均衡。对于一次准备多天的饭盒，吴建议存放在低于4摄氏度的环境中，并彻底加热后再食用，以确保安全。东方日报则报道了英国历史性的时刻，英格兰诺丁汉郡的燃煤发电厂正式关闭，标志着 G7 国家中首个完全终止燃煤发电的里程碑。这一决定不仅结束了140年的火力发电历史，也象征着煤炭时代的终结与能源发展的新篇章。自2015年宣布计划关闭所有燃煤发电厂以来，英国在电力来源上已逐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，去年煤炭的电力比例降至1%以上，显示出该国在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上的坚定决心。星岛日报则分享了一段引发热议的高铁视频，记录了2名男乘客在列车上进行的遮光帘拉扯战。影片中，两人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前面乘客想拉下帘子以便使用电脑，而后面的乘客则希望推上帘子以欣赏风景。尽管这一争执持续了20分钟，但两人全程保持礼貌，没有发生争吵，令旁观的乘客感到既好笑又无奈。网友们对此事件的评论热烈，纷纷表示对这场较劲的礼貌表现感到惊讶，甚至有人调侃窗帘的痛苦。德国之声报道，金门立委陈玉珍在接受专访时强调金厦同城生活圈已经形成。他指出，金门与厦门的地理接近性使得两岸交流变得更加频繁。陈玉珍回忆起历史事件，提到马山的林毅夫游泳投奔大陆的故事，展示了金门与大陆的紧密联系。他认为，尽管外界对两岸关系的恐惧情绪普遍存在，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紧张。他提到，金门的战略地位并不会使其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，反而是两岸民众之间的误解与敌意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。在谈及美国对台军援时，德国之声指出，白宫宣布向台湾提供史上最大金额的安全援助，达到5.67亿美元。这一举措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，外交部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以武力支持台湾，称台独是死路一条。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，向台湾提供武器是为了在潜在冲突爆发前做好准备，反映出对台海局势的高度关注。陈玉珍对此表示，台湾应在两岸关系中寻求更多的交流与合作，
避免被卷入大国对抗的漩涡。香港电台报道，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即将接任首相，并计划在10月9日解散众议院，27日举行选举。他在记者会上表示，新政府将尽快接受人民的评价，强调透明与责任。石破茂已确定内阁人事安排，前首相菅义伟将担任副总裁，其他重要职位也已分配到经验丰富的政界人士。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出石破茂对新内阁的重视，以及他希望通过选举巩固政权的决心。星岛日报报道，今年前三季度，中国国内旅游人次达到 42.9 亿，旅游消费总额为 4.32 万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 16.8% 和 17.1%， 接近2019年的高峰水平。同时，入境旅游人次也增长显著，达到 0.95 亿，同比增长 55.4%。 为庆祝国庆并促进旅游消费，各地将发放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。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正在记者会上提到，文化及相关产业在上半年实现经营收入近 6.5 万亿元，增长 7.5%。 为了进一步推动文旅消费，各地将开展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，组织超过3600项活动，并发放消费券。同时，文旅部还积极拓展与14个国家的文化和旅游交流，通过你好中国推广活动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，显示出中国文旅产业的强劲复苏势头。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，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，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，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。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。